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今天是很久没有打宇宙战了，然后最近因为宇宙战更新了不少宇宙比较合适的机体，比如这个高机动型扎古R2型。然后这个高机动扎古呢，就是在地面，因为它没有高性能平衡器，所以地面这个压线能力差点。但是在宇宙的话，因为它射击补正非常高，而且它的这个扎古机枪呢是下挂榴弹的，所以它在宇宙就更好用了。首先，我们还是跟往常一样，我先去看看能不能抢到或者是干掉这个平台。高机动扎古在宇宙，你们发现它移动特别快，因为它跟 G3 一样有那个高性能 BMAC，所以它在宇宙中可以直接从这个冲刺模式改变成巡航模式，中间没有这个停顿的动作，所以它的移动就还有机动性，在宇宙才能体现出来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更适合宇宙战。然后我们现在抢到这个平台了，让我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来一发。得找个相对固定的目标。然后我方自打已经上去到前线了，哎，这个不固定，但是它这个弹道比较好预判，先给它一发，然后自打再补一炮，哎，被打中了。不过你在想什么呢？站到那地方不动，先给他一发。好了，我平台炸了，然后现在可以进入攻击模式了。然后你看这个，这就是射谷高的时候机枪的好处，打泛用都有200多的伤害，这可不是普通的机枪，而且很容易打出硬直。主要本来扎古机枪的伤害也高，虽然那个射速慢一点，而且现在下挂榴弹了以后，它这个可以说更好用。给他一颗榴弹，他命中了。好了，友军收掉了。机枪的话就是这样，在宇宙的话比在地面好用，因为对方不好躲，因为这个宇宙掩体比较少，而且这个范围更广一些，所以对方不好躲。而且在宇宙的话，这个机枪就是相对于其他武器，因为这个可以更灵活地应对各种情况，所以更好用。而且顺便说一下，就是宇宙虽然手雷这个距离会拉得比较远，所以手雷不好用，但是高机动扎古R2的手雷也比这个其他人的手雷要更强一点。首先，他自己本身射谱比较高，再一个他手雷的威力也要大一点，能打出来就是一发火箭筒的伤害，就是打其他泛用的话有个1000多、2000多的伤害，可以有个1900、2000多的伤害。刚才有点太深入了，对方也是个高机动 R2，哎。这会儿有点针对我了，我有点太靠前了。不过我看到我们人堆里边刚才进来一个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那边有一个快死了，好吧，已经死了。然后哦，高达给他颗榴弹先，然后慢慢射。看这就是很过瘾了。打高达的话，因为高达是那个耐实弹补正就是相对低一点，就是400 cost 的高达相对低一点，所以打他的话都有210的伤害一枪。所以说打不了几枪，他就差不多了。你看，好了，搞定一个高达，这就是在宇宙就是用这台机的好处。首先，你的机动性更高。等一下，有人抢点儿，想给他个手雷。你看这手雷伤害直接炸出来2000多。所以，射谱高的话，用机枪这一类武器在宇宙是会效果更好。这边有一个兹达吧？哎，他这无敌时间居然这么长。不过这兹达这样子也活不了多久了，他本身就残血，再加上我又是克制他的属性，哦，哎呀，这会儿敌方的复活出来了，因为他们刚才占了这个复活点，给了个手雷先，宇宙手雷变成这个直线弹道了，所以还好一点。这个大魔等他恢复，给他一发，然后再拿机枪慢慢打。宇宙的话，机枪的输出就相对比较可怕了。我就知道你要这么干，走你！我状态不太好，我现在被一堆挡住。给他颗手雷，然后现在是，嚯！这被友方的炮击支援打中，哎呀，我也死了。刚才被友方的炮击支援打中，我又补了一发榴弹，直接带走了这个特装狙击。然后不过被那个，不过那点残血本来也没打算活多久。所以这就是在宇宙这张图最喜欢的玩法，就是
射补比较高的机体就直接带机枪的，或者是你的这个有比较好的机枪，比如说 MMP 和那个90毫米这种的话，你也可以在宇宙中用。这个在宇宙中机枪就是要，其实就是要么伤害高，要么射速高，这两个你选一个，然后就很好用。看看这帮人在干嘛的，有敌人还在这个点复活，不过因为这点旁边友军比较多，所以他们在这个点复活很容易被。这意图太明显了，而且你这回避的有点太直了，你这不是找着被我打榴弹吗？而且我机动性比你高啊，就是高机动型扎古 R2，就是外观看着还是扎古，但其实设定上来说，它已经跟格鲁古古是一个级别了。好了，这个死了，这个给你一发，然后慢慢磨死你。你这也是机枪，但是你的机枪不如我的好。哎，友军补了一枪。我直接干掉了，我还以为是送了助攻。而且机枪的话，装填速度很快，就算用完了也没什么太大问题。又一个自打被干掉，然后换成榴弹，准备制造机会。宇宙其实榴弹还相对比较好命中，因为一般用榴弹的场合都是近距离，榴弹就是个近距离的武器，它射程很近，不过它能打出来硬直，所以很适合。哎呦，离炮击有点近。哎，背后又复活出来人了。哎呀，大魔，这两个一块围我就比较麻烦。哦，还好友军过来帮忙了。现在需要先给一发，居然没中。你们好啊，我先跑，然后再给你个手雷。所以你看，他们打我的伤害其实没有我打他们伤害高，就是我这会被两个围上，血比较少。那其实，在宇宙中，这个你这个高机动型扎古 R2 有好几种玩法，你就是带火箭筒，然后打硬直，再补手雷，这种玩法输出也很高，或者是你就用这种机枪的这种是输出最稳定的，虽然可能就是说感觉输出没那么快，但是还有一种玩法就是因为它可以在普通高机动型扎古，也就是 R1 的那个四连发火箭筒，所以你在宇宙也可以试试那个玩意儿，不过就是那个玩意儿装填太慢了。所以我在宇宙的话还是喜欢用机枪，因为这个机枪还带手雷，所以比较适合这个用来，这个制造各种机会，还有补残血干什么。但现在敌人这边虽然他们人多，但是就是说他们根本扛不住，因为我们这边机枪比较多，而且再加上我这一个射击辅助很高的，所以说很容易就打着打着他们那边就出现一堆残血，尤其是400防的话，这个血还没有那么高。看这，又一个硬直，然后两把机枪对着他射，你说他能咋办？这一会儿打出来一个硬直，一会儿打出来个硬直，再见。所以，你看，然后只要机枪打击破一个，你就可以考虑装填，然后再用这个枪榴弹制造机会。你看这自打的血下得多快，他自打还是射补，不是射击防御补正比较高的，这个快死了，看我能不能砍到他。哎。好吧，他划走了，给个手雷，这一局已经结束了。感觉这一局就是没收太多人头，但就是，送的助攻，还有就是，磨对方的血比较多，所以看看这一局成绩怎么样。不过倒是收了几个残血，最高积分。果然我收的残血可能比较多，但对方还是被打得比较惨的，击破5，掉了2次，这相当不错。这就是宇宙战高机动型扎古 R2，这台机其实在宇宙战的话才能体现出它的性能。那这一期就是这样的，我是雷娘，我们下期见。